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靠主的力，努力向前行，未记背后。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三、十四节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未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走，要得上帝的基督耶稣来对顶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，伊有一个习惯，就是随手关上身后的门。有一日，乔治甲朋友伫个院内散步，因经过每一扇门，乔治总是随手将门关上。你有必要将遮个门关上吗？朋友真未了解的问。哦，当然有安尼的必要。乔治微笑地对着朋友讲：我这一生拢伫咧关我身后的门，你知影，这是必须做的事。当你关门时，也将过去的一切留伫咧后尾。不管是美好的成就，还是让人懊恼的失误，然后你才会通重新开始。弟兄姊妹，记得随手关上你身后的门，学会将过去的错误、失误拢总放下，无必沉沦伫咧懊恼甲后悔中，要向着上帝予你的目标向前行。即时你会发现，每一日拢是咱新生命的开始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是你予阮重生的活命，也予阮人生的目标，向着标杆的奖赏。虽然伫人生的过程中，阮毋是一帆风顺，但有主伫阮的尊重，阮就袂惊吓。求主也帮助阮，未记背后已经过去的成功甲失败，欢喜也是忧愁，只欲专心向前看，发奋向前行，直到见主的面，得主的奖赏。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